说到利比亚，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一向奉行这个不干预他国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原则嘛，但是问题是这回搞得有点尴尬。这位，你说利比亚这事儿吗？那现在全世界都觉得这到底谁说了算呢？这两个政府人命吗？对吧？大家政治正确都是人民，那就是看你判断谁是人民。所以我们就得看谁代表人民了。那么说到这个代表，当然这个代表也很难讲。比如说像瑞代表、瑞成刚代表先生，我不说话啊，你别说话。我说我很喜欢他，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以后授权给他，他以后任何时候访问任何外国政要。他说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全亚洲人民，说这三个代表，说别忘了我后面有授权，起码我那份让他代表了啊，也要代表香港人民，对，也代表香港人民。他去一些场合要举起了，我代表香港人民。然后他心里想，哎，梁文道，我被我代表了，就这样啊。好，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利比亚这个反对派，他现在在那个班加西那边，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又有一张图，又是我们这个搞事分子给我们拍回来的，看看当地的内情。哎，这是什么呢？这是女装。其实如果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搞这是什么玩意儿？但其实你在中东国家啊，即使是沙特这么保守的地方。卖这种衣服的地方很多很多，其实中东的女性她们是非常的爱美的。这不能穿得上街吧？不能穿上街，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婚礼啊、聚会啊，女兵之间是要这个相互比美一下的，这个爱美的这个心情嘛。但是如果说到班加西或利比亚的这些女孩子的打扮啊，我觉得她们都挺时尚的，尤其在班加西那些年轻的那些，她不需要穿，很开放是吧？她比较，其实因为利比亚女性的地位在利比亚还是比较高的，至少在法律上规定，他可以开车。沙特你还不能开车，他可以开车，他的工资是同等的。而且你看他领袖元首就知道了嘛，他领袖卡扎菲多奇怪，奇装异服还去整形，你知道吗？你那个皇帝是这样的话，人民一定的嘛。他不是皇帝，他是领袖。他以为自己是皇帝。所谓的平等又是相对的，就是说虽然他们享有了跟男性一样的权利，但是他们跟男性一样都没有很多权利。所以就是一样没什么权利。对对对，所以很平等。对。不过你说起来，其实阿拉伯世界我发现很有意思，就很多女孩子，比如说一天到晚罩着这个面纱，也是分不同的地方。对，也是不同的地方。底下怎么穿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比如说真的，我是朋友是从伊朗回来，他就跟我说啊，他在伊朗待了很多年，所以说他很尴尬。为什么？人家朋友请他到家里头坐，那这个朋友呢，比如说生了几个女儿，长得都还挺漂亮，身材也好，但问题是在伊朗啊，他平常也都照得比较严，那么不觉得有怎么样，一到家这袍一脱，在家里头啊，他当着外人啊，你说一个外国人男人啊，在家里头就这么脱了，然后底下穿的是什么呢？他说几近感觉就像内衣一样，然后呢就几个女儿就围着这个爸爸妈妈就绕在那坐着跟他一起吃晚饭，他整晚都觉得特难受，说这怎么办，这个眼睛不晓得该看哪好，你知道吗？但是伊朗这样看上去，就是我也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同事也去那些家里面，那些女孩子很年轻，家里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酒，虽然他是不禁止喝酒，但是反而在班加西的时候，我们去了那么多家庭啊，他相对来说男女之间还是分开的，就是说有专门接待女兵的这个接客室，有接待男兵的会客室，所以我们的摄影师一直很遗憾，我们的翻译的太太很漂亮很漂亮，一直听他讲就是没见过，他不愿意带出来。所以这个波斯人跟这个北非人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我像文道说这个，我想起有个美国女作家嘛，前一阵子写一本书，在她在伊朗教人家读书，读美国的经典，一群女生哈，他们也是暗中去他家，等于午时了来读哈读书，也是说其中一场很动人，也是这样形容，说这几个女孩子啊来他家敲门的时候哈，开门给他们都是黑的，戴着面纱什么什么，一进来欢天喜地，然后把衣服一脱掉，把头套一脱掉，全部都是里面他。不上内衣啊，可是完全在形容跟纽约的女孩子年轻听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然后重点在于说，他觉得服装就像我们经常这句话，你就是你穿的衣服，对不对？这服装啊，他们一脱掉，然后一穿上，回复他青春时尚的服装，整个人的性格用的语言也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知道，保守力量限制你的服装，不仅是限制你的外形。
其实限制了你整个思考整个语言哈、嗯。我觉得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哎，其实会不会是这样子，比方说在伊朗他因为管得很严，你在大街上如果我都试过，我有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以为待在房间里面没有戴围巾、嗯、然后我去传片子的时候那人指着我说啊，你没有戴围巾，下次这样我不给你传这个片子，你一定要把头发包起来。哎、嗯，所以他们就会很极端，要么就是穿脱下来就很开放、嗯、但是比方说在利比亚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走在大街上是穿牛仔裤、嗯、他也不用、嗯、他是穿牛仔裤啊，年轻的小姑娘们可以、嗯、然后包头巾。班加西这样还是整个利比亚的？其实迪利波里还要西化、啊、因为有很多的当地人是娶英国人啊，然后娶这些欧洲人做太太啊，蛮多的，因为他是比较、啊、他有钱，他外国新娘有钱的人非常有钱，但那些人都在迪利波里啊，那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就像我们的这个很出名的现在的那个发言人穆萨，他的太太就是英国人、嗯，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这个金钱已经是多到我们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普通来说，哎，他们的打扮就不用很少人真的把面纱弄起来。